我其中注意有警察最近伫这新竹山区伫巡视的时候，发现讲有一个老农可用两只。驾到这啊，保育类的野生鸟啊，红卡。伊讲伊是伫收草时阵拍到鸟啊，收阵啊，甲这鸟卵啊炸断来补。唔知影讲是保育类的，啊，不过警方依然以违反野保法，甲老农以上。花季处改建的农啊来，关着真侪禽鸟。保育总队日前伫咧新竹关西山区巡查的时阵，去农啊来的鸟声吸引，意外发现内底竟然关着两只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蓝腹鹇。这蓝腹鹇，哦，母的蓝腹鹇呐，两只啊。母的蓝腹鹇外观有黄乌色的羽毛，警方翕相经过屏东科技大学鉴定，确认是台湾特有种蓝腹鹇。25号马上回到新竹县农业处展开搜索，救出两只蓝腹鹇。警方调查，龙虾是单姓老农所有，伊自称伫咧山顶除草的时阵无顺利拍到蓝腹鹇的手，马上将手内的鸟卵炸转去孵卵，并唔知影是保育类的动物，专案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经查，陈姓老农除草时不慎打到蓝腹鹇鸟巢，随即将鸟巢内鸟蛋带回孵化，并以家中其他禽鸟饲养。在铁笼中，台湾蓝腹鹇遭限制活动，无法在原栖地以族群自然生存繁衍。前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目前蓝腹鹇当伫咧由新竹县农业处收容检伤评估，日后才依法进行押放。警方呼吁民众，捡到来路不明的野生动物或者是卵，应该报请主管机关来处理。若是有需要，虐待、虐保、台死或者是其他的利用，会使以野保法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是科或者是并科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金。记者陈德报道。